我是预言家，我太怕狼自爆了，所以我要先把我的查杀讲出来。十号龟票位是狼人，就是因为他是龟票位，所以我先查他。好，我觉得七号应该就是预言家了啦，因为我刚刚在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讲到预言家的时候，右边你的动作真的太大了。我觉得七号你也太奇怪了吧，因为第一晚跳预言家通常是真的预言家，但因为我是好人啊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用这张牌咯。那我是骑士。不是，他是玩错还是怎样？我现在很怕我杀错人哎。查别人，查别人啊，不可能查到。查。照理说应该是要查七号没错。哇！可恶，不小心查到骑士，踩到骑士不知道。看，好人笑。玛丽亚很会玩，她拿到好人卡跟狼人卡，她的说辞都可以让别人觉得好像头头是道，那就觉得。我抓不住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因为我的资讯也是这样，就只有这篇。然后刚刚这边呢，也没有任何一个绳子跳。哇，好难啊！来，过。我觉得主任这把应该是狼，因为我看过他玩很多次。主任只要拿到狼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写，然后在那边讲讲讲，说好难啊。对他来讲没有什么难的，他这么聪明。这个难的机会不大，一点都不难。这照逻辑分，他这么聪明，他怎么会说难呢？他以前拿到狼的时候，他也会说好难啊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狼了。所以这一把我会投他，因为他前面过太快了。他过得真的有点快。请大家进行投票。4-4-6-8-4。我来帮大家来归票一下啊！你们按照一个很清楚的逻辑，首先我是女巫啊，我不救，我就偏不救。那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刚刚八号让我觉得有点奇妙，我说完了 ，OK。我现在最怀疑的人就是九号，因为我才是猎人，可是他就却说他自己是猎人。我抓到你这只小狼了，哪有猎人这么晚才跳？我早就跳了，你现在才说我才是猎人，我就先票他，从头到尾就觉得他怪怪的。带走九号。所以这一局定生死是不是？我带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哇，压力好大哦！等一下，到你的直觉吧。